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，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，看世事无常，看沧桑变化。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，是永远都难忘的啊。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，仍在我心中，虽然已没有他。走吧走吧，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。走吧走吧，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。走吧走吧，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。也曾伤心流泪，也曾黯然心碎，这是爱的代价。紧张什么呀？不用害怕，小妹，我是来给他送照片的。这张照片是陈伯当年送给我的定情礼物。那时候人多单纯呢，一张照片就定终身了。这背面还写着他的海誓山盟呢，海枯石烂永不变心，多动听啊。陈伯，你什么呀？你就是太单纯了，真像当年的我，傻乎乎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跟他在一起，你肯定会后悔的。这里是大学校园，你不要在这儿胡搅蛮缠的。大学校园，多美丽的大学校园啊！当初为了能让你考进这大学校园，我四处求爷爷告奶奶帮你找复习资料。有些资料人家根本就不借，我就一笔一笔的抄。这么厚，我抄了有20多本。陈伯，那些复习资料呢？你都扔了吧。我和你已经分手了，没有任何关系了。你以为我是来缠着你的是吗？你看好了。陈波，我今天是来告诉你，我每天都在诅咒你，诅咒你永远跟幸福无缘，永远。哎，别动，让我靠一靠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路上风大。李兰，没事儿，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饭去。这两天让我感触特别深，打隧洞和在舰艇上，那完全是两码事儿，这各有各的招。你看昨天啊，我又跟郝连泽、郝工省事了两个问题，人家从专业技术上跟我这么一解释一分析，哈哈，我还跟全就通了。太好了，专业性真强。
党委做出决定，要成立一个技术领导小组，以后如果要做出一个重大的工程决策，不能光靠命令，还得有技术论证，这就对了，早就该这么干，是不是？你怎么了？不说话。嗯，没有。昨天家里来信，都挺好的吧？嗯，家里没什么事儿。嗯，我想我爸妈了。你什么时候有时间，请个假陪我回去看看他们吧。是啊，这件事儿一直让我挺内疚的。你看，都那么长时间了，还没回去拜访一下二老。可是队里实在是事儿太多，忙不过来，也请不下假。我看看吧，忙过这段时间，咱俩一块儿回去，好吗？嗯。再有一个。我还是想到大城市的大医院去好好检查一下，就是我的身体的情况。我不相信这两家医院给我的检查结果。那你就尽快安排吧。喂，金英，你在哪儿？我到荆州来了呀。你快点，到这边的检验厂来做交流。错了。啊，我提前来了两天，你快来接我，我去你们家住两天。我向你俩讨债的。讨债？讨什么债啊？你幸福了，你快乐了，你没事了，你。我托你办的事儿呢，你给我办了没有啊？我让你给我找的人呢，你找了没有？你要是再不给我找，我可要抢你们家吴天亮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你快来接我吧，我在火车站等你啊。好，我马上来接你。那你也加这儿来吧。啊，行啊，我这等着呢。哎，哟，这小安的我不错呀。今天随便坐啊，哎，客气。哎，哎，把那包给我，我还给你们带东西来了呢。哎呦，你还真客气，来就来，还带东西。那得带呀，小平，我给你带了件毛衣，你看好不好看啊？给我带毛衣来啊！我自己都不舍得买一件穿啊。哎呦，好，回头我上这给你织一件。这个呀是奖励你的。哟，我立什么功了？你还奖励我？你对李平好呗。拿着。好，谢谢啊。每次呀给我写信，在信上把你都夸得跟什么似的，我都快嫉妒死了。我有时候就想，你说这吴天亮他怎么就一个？他要是一对双胞胎，那该多好啊！不是你说的好。来，尝尝山里的苹果。哎，喝点喝。好，谢谢。你们俩这一晃都两年多没见了。嗯。坐呀，好好聊聊啊。我到厨房里边去做几个菜，今天晚上。尝尝我的手艺啊！哎，李平，你怎么能让吴大首长亲自下厨呢？吴大首长早就转业了，就是不转业，那在家里边永远都是老婆的兵。呦呦，还来劲了呢！他呀就这样，家里一来客人，他就要显摆显摆他的手艺。哎呀，可我不是客人呐！你还不是客人呐？
你是李萍的娘家人呢，那是贵客中的贵客，怎么能怠慢呢？是不是？等等啊，既然承认我是娘家人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坐那儿喝茶看报纸，把围裙给我们，我跟李萍下厨。这怎么可以呢？天亮你坐着吧，我跟金英下厨。嗯，要不然啊，他真认为我变修了。对，尝尝我们的手艺啊。那这。那我也别闲着呀，我去小商店买两瓶红酒，咱们晚上喝红酒吧。哎，金英爱喝红酒。好，好，好，你们等着啊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恭喜你啊，士别三日，当刮目相看啊！我记得你原来不会做菜的，现在还真有两手，快赶上厨师了。怎么着，快赶上厨师了？我现在就是厨师，跟我有厨师证呢。哪儿抽的？哪儿抽的呀？我才不会去偷呢！你走了以后啊，我又不愿意跟厂里别人来往，我去报了一个周末厨艺班，多学了两手。你报厨艺班啊？对呀。你要开餐馆啊？开什么餐馆啊？我才不去呢！我呢是想多学两手好菜，将来做给我的邻居。你个性真没变，不过啊，你人倒是进步了，那我都不敢认了。我变什么样？我一点都没变。我以前呀，那是不急着嫁人，现在呢，我还真想找个好男人给他呀做点饭吃。哎，你给我拿个盘子洗菜，快，有目标了吗？我还得问你呢，你不是说帮我找吗？你帮我找哪儿去了你？我还以为你自己自己找了呢。我没有啊。哎，你别说，我们这儿还真有一个合适的。真的？哎，谁呀？人怎么样？他人吧，挺善良的，而且特别聪明，哎，非常有上进心，真的。性格呢，跟你特别像，他还是咱们的老乡呢。是吗？哎，真的真的，我觉得他跟你特合适。哎，你把他说的这么好，你去，你把他叫来，叫来让我看看。哎呀，快点，急呀，快点把他叫来，我看看。哎呦。你着急要嫁人啊？对呀，我着急嫁呀，我不是想让我赶紧嫁过来，我跟你做伴儿吗？你快点去。哎，这倒真是，我去给你打电话啊。喂，小刘啊，小毛在吗？小毛不在，刚走。哦，他去哪儿了？什么时候能回来啊？不知道。行，那谢谢你啊。哎，弄什么呀？真不巧，他不在，明天再叫他吧。哎呀，你人怎么这样啊？把人胃口都吊起来了，现在又见不着人，你让我怎么吃这顿晚饭呀？我干脆我倒垃圾桶里得了。你就非急着今天晚上见他呀？当然了，你感情好了，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呀。你真没羞。小伙伴，等人啊！啊，你是不是等拉海水的张胖子？你认识他师傅？嗨，我在这路口啊，守了30多年了，经常过这路口，人都认识。外边冷，进屋暖和暖和吧。那谢谢您，师傅。来来来，来进来，小伙子。这屋还真暖和，哎，师傅，大冬天的，外边冷，还要把屋里弄暖和点。你找张胖子弄海水干什么呀？啊。我姐养鱼，养的是海鱼，这总得换水。张胖子一段时间就给我拉点海水。前几天啊，我碰见他了，他说要上哈尔滨啊进货去，不知道这几天赶得回来赶不回来。那我今儿还不白来了？啊，这就是你顺大海啊？对啊，有鱼，有珊瑚，有贝壳，还有细沙，连这水都是从大海运来的，是吗？我这叫把大海搬回家，懂吗你、啊、哎，对了，我要给你介绍的那个人啊，就是送我鱼缸的人，他叫王小毛。王小毛？哎，你见过的？我见过，我去哪儿见呀、啊、就是第一次有两个海军到咱们厂子来，有一个年纪大的，还有一个年轻的，那年轻的就是王小毛。啊，就他呀？
怎么了？你当时不是还说要分一个吗？哼，我要跟你说实话，你可别吃醋。嗯，没见过你们家吴天亮呢，他们俩还能入眼。可见了吴天亮啊，他们俩也就那么回事儿。哪么回事儿啊？你还没见过人家王小毛呢，明天见了再说吧。行，那就给你个面子再见一面。不过呀，我估计你这红娘当不成。师傅，这是什么花啊？啊，这叫火鹤。这花啊，看着就喜庆。有什么讲究吗？送人火鹤啊，就是送人平安幸福。喜欢火鹤的人啊，都是有情有义的人。我看你喜欢，我就送你一盆吧。那多不好啊！我看你就是有情有义的人，这花啊跟你一定随缘。我送你一盆呢，咱爷俩也有缘了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那就这盆吧。来，金莹，哎，欢迎你的到来，欢迎你，谢谢。尝尝你的手艺。嗯，是啊，别客气。等等等等，咱要不要拿个盘给大丫拨出来点啊？孩子什么时候回来啊？不用，他这学期住校了，要礼拜六才回来呢。哟，那我这次来不是见不着他了吗？那就下次呗，这表示我们家大丫对你的欢迎。哎，金莹，快说说这两年你都是怎么过的？回回给我回信就那么短。我能怎么过呀？你走了我也没个伴陪我，我除了上厨艺班就是上班。我平常连门都不出，也难得有次艳遇。嗯，不过前一阵子啊，我去看通宵电影，我还真碰上一男的。真的啊？啊，是不是像王新刚？王新刚的是偶像，就一个，有谁能像他呀？就坐我旁边，挺胖的。哎，我天地良心，我就看了一眼，结果这一看不得了了，他来劲了，就一直看我，一直看我，一看我还对我呼气。那他是不是看上你了？那当然了，这我坐在旁边能不对我有意思吗？你也动心了？那荧幕上有王新刚，我能对他心动吗？哎，你说也凑巧了，那天我兜里装了几块泡泡糖，所以说我给了他两块。嗯，结果这给泡泡糖他更来劲了。嗯，索性人连电影都不看了，就盯着我看啊，盯了几个小时，一直到电影散场，我出了电影院了他还跟着我。我一想这怎么办呀，我总不能带一尾巴回家呀。索性我站着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他跟你说了？他是不是这么说的？他说，你这泡泡糖还真能挺甜的。这个我觉得挺好吃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他真是这么说的。啊，你们男的想的是不是都一样？那你怎么说的？我呀，我特正经的跟他说，我说我给你泡泡糖呢，不是对你有意思，是因为你一直看我，一直看我，跟我呼气，我嫌你口臭。真是够损的。你看不上人家，你也不能那么损人家。哎，熊猫熊猫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火鹤。火鹤好看吧？哎呀，真好看啊。哎，对了，下午你出去的时候啊，李平嫂子打电话找你啊。说什么事儿了吗？没有，不过我知道他娘家来人了。还真奇怪啊，人家娘家来人找你弄什么呀？对呀，他娘家来人找我干什么呀？这事儿也找你，那事儿也找你，我看你都快成他娘家人了。你看，这大男人老别人家事儿家长里短。咦，还我家长里短？我让我猜错，这瓶火鹤送给他了吧？我就是送给我姐的，你管着吗你？王小毛啊，你别姓王了，你姓马吧，小名皮井，大名马皮井。过来过来，我刚说完就说你。人家不是都说吗，女怕追，男怕缠。李兰要是老这么缠着于大陆的话，他们俩没准还真能成呢。我姐前些年下乡吃了不少苦，现在好不容易回城了，她是该有个好的归宿。嗯，可我就是担心，你说我姐跟于大陆是一路人吗？哎呀，
这也难说，咱们觉着不合适，没准儿人家两个还就能过得挺好呢。嗯，要说于大陆，就是人粗了点儿，其实也还是挺踏实的哈。那你呢？你跟吴天亮过得不踏实啊？我怎么不踏实啊？我挺踏实的。我是说我姐和于大陆。大罗，别看你长得牛高马大的，心胸还不如我呢。哎，你准备什么时候跟我结婚啊？结婚？你没打算跟我结婚啊？那你跟我上什么床啊？我告你啊，于大罗，你要是敢耍弄我，不跟我结婚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不是你这是找对象，你是找仇人来了？这找你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八百年前咱俩就是冤家，这辈子还债来了。你看你。吓着了吧，亲爱的？你看你，笨嘴笨舌的，一点都不知道讨女孩喜欢。你笑一个，笑一个嘛！哎呀，你笑一个，你笑一个嘛！你笑一个，我笑一个，你笑一个嘛！你笑一个，笑不笑？笑不笑？笑不笑？吴天亮让王小毛明天来给咱们拍照，早点睡吧，睡吧，不然呀，咱们俩肯定得聊到天亮。小毛，等什么呢？赶睡啊！我姐娘家不是来人了吗？啊！处长让我明天啊给他们拍照片去，我怕出错，检查一下相机。你又不会拍照，你去干什么呀？哎，嗯，你说，你也真够浪漫的，把鱼缸当成大海。这主意是你自己想的吗？不是，是王小毛想出来的。王小毛，哎，明天见了你就知道了，他可有意思了。嗯哼，睡吧。嗯，你也睡吧啊。客人照相啊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金英，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。这是王小毛，咱们老乡。你好。你好。我跟他见过吧？对对，是见过。啊，咱们是见过，你一点都没变。哎，对了，金英喜欢拍照，小毛，今天咱们去哪儿照啊？去老爷山吧。那个地方景色不错，很多摄影爱好者都爱去那儿。啊，对了，姐，等一下啊。我不想去照相了。怎么了？人家都来了，你不去哪行啊？我对他没感觉。来来，我真的不想去了，我真的不想去了。去吧。姐，你看。哟，这什么呀？
从哪儿弄来的？一个老师傅送给我的，叫火鹤。姐，你喜欢吧？火鹤，这听着像一种鸟的名字。是仙鸟，一种不死的鸟，能长生，就像凤凰一样，能在浴火中重生。而且说啊，送人家火鹤就代表送祝福，祝福人家平安幸福。还说喜欢火鹤的人也都是有情有义的人。真的，我喜欢。我就知道姐喜欢。玩一下吧，谢谢。你来了，你坐哪？我坐你呀。我不会呀。给你拿起来，慢点。哎，哈哈，来前滑。开心一点，一二三，好嘞。哎，姐，你去，我给你拍两张。好，慢点啊。哎，把那个对，口红帘稍微，对对对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一二三，好，再来一张，姐，等一下啊，你把那头稍微侧一点。堂堂的水兵多么辛劳！哎，拿花瓶，我有花瓶。嗯，你看，炮弹壳当花瓶，还真够有意思的。好看吗？嗯，好看。哎，王小毛怎么样？不怎么样。哎，你对他别有偏见嘛！王小毛可多才多艺了，啊，会拍个照片就算多才多艺了。那吴天亮还会拍照片呢，拍的不也挺好的吗？他除了会拍照片，还会写文章，他的文章还在报纸上发表过呢。那他还会干什么呀？嗯，他会修收音机，还会修汽车，他手可巧了，给。哎，静怡，我差点被你绕进去了。他会这会那的并不重要，爱一个人啊，不能光看这些。关键是，他人好，人品好，而且他对生活总有一股子热情劲儿，这点很难得。乳臭未干的毛青头有什么好的？跟你们家吴天亮根本就没法比。
我喜欢成熟的、稳重的，像他那样的，我半点兴趣都没有。啊，我跟你说是让你照着吴天亮那样的给我找，你别糊弄我呀！我没糊弄你，真的。你要是错过了王小萌，你会后悔的。就他，还值得我后悔？这太好看了，好看吧？嗯。嘿，怎么样？嗯。报告。哎，小萌。姐，好消息，好消息。好消息啊！咱们那篇小散文发表了。呀。你看，还有咱俩名字呢。梦中大海，作者李萍。王小毛，海之于我，永远充满了莫可名状的诱惑。他深邃博大，温厚，引我沉醉。我来读，在梦里，我有一次见到了大海，海很平静，蔚蓝的海面上几艘舰艇很傲然地驶过，划出一道道雪白的路来，浪花久久不散，天空很晴朗。海浪反射着太阳的光亮，银波闪闪，给一望无垠的大海平添着无限的生机。而海燕，一只只精灵般的海燕，欢叫着，歌唱着，追逐着海浪，追逐着舰艇，在自由自在的飞翔。写得太好了，来，奖励你个苹果。金燕，这可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，别提多高兴了。你进步是越来越大了，现在都能发表散文了。再过一阵子啊，肯定能当上作家。这主要是王小毛的功劳。来，这个苹果奖励给你了。谢谢姐。哎，金，我再给你面还有呢。你那柔美的胸怀使我陶醉。金儿姐，你怎么来了？哦，我跟李萍聊天聊过头了，来不及做饭，他要买两个馒头。哎，我来替你买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了。哎，王小毛，你以后别总管李萍跟我叫姐，把我们俩叫得跟多老似的。我这么叫不是显得亲吗？而且我们都是老乡。再说了，姐和参谋长结婚那天还说我是他们的媒人，还敬我酒呢。这么说，他们俩的婚礼你也参加了？参加了，就在我们那个俱乐部，我们全大队的人都参加了。那天啊，什么都挺好，就是中间有个地儿着火了，让我们去执行紧急任务。三个馒头。怎么会在俱乐部呢？不是在大海上和舰艇上吗？我知道姐喜欢大海，那天虽然是在俱乐部，但也挺成功的，都是我安排的呢。哎，那根本就不一样。在大海上，在舰艇上举行婚礼，那是李萍的梦想，你们根本就不懂。再住两天吗？好不容易来了，干嘛那么急着走啊？住了，我得去人家卷烟厂做交流了。这是我们这儿的土特产，带回去给姥姥尝尝。李萍，你别怪我心直口快，原来我的感觉都是对的，你一直在骗我。什么海上的婚礼呀，浪漫的舰艇啊，什么幸福，你都是骗我的。从小到大，你什么时候跟我撒过谎啊？你要是真的觉得心里不舒服不痛快，那就说出来，别憋着。金英，我跟吴天亮在一起，虽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么理想，但也没你说的那么糟糕。哎，你再住两天吧，我真的舍不得你。再说了，我还想让你跟王小猫再接触接触呢。打住啊，别再跟我提那个王小猫，我不能再住下去了。我怕我再住下去啊，就会把你在信里给我写了什么告诉吴天亮。你又不是不了解我，心直口快的装不住事儿，弄得你们两口子闹误会就不好了。李萍，
萍，我希望你能珍惜现在的生活，不要生在福中不知福，到时候让幸福都从身边溜走了。在暗室里看你的照片更漂亮，尤其是这张逆光的，你看。真的？嗯。我倒是觉得金英这张更漂亮，金英在我们厂也是厂花呢。我看一般，她虽然也算是漂亮吧，但是拍照的时候老皱个眉，就跟谁得罪了她似的。你可别这么说，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了。虽然吧，她性格直了点，不过人还是很好的，特别善良。王小猫，你也到了该找对象的时候了，要不我把金英介绍给你？把她介绍给我？姐，我说了你别不高兴啊。她虽然跟你是好朋友，但是我一点都不喜欢她。那怎么了？她不是挺好的吗？我没说她不好，但是我就是不喜欢她，也许就是没缘分吧。那你喜欢什么样的？我就喜欢姐这样的，漂亮、贤惠、心眼好，喜欢看书，还有理想。那不就得了？金英除了没我那么爱看书，其他的都不比我差，她比我还贤惠呢。她没有你温柔，还没有你漂亮。行了，姐，你就别为我操心了，我以后会找到我喜欢的人的。我是你姐，我不替你操心，谁替你操心？那这事儿你也别操心了。行了，我走了，姐。走了啊，慢点开车。哎，对了，姐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局里有一个保送去东北重型机械学院去上大学的名额，我报名申请了。真的？是委培生，跟正规的大学生有点区别，但都是在大学里读书嘛。哦，报名的人多吗？不知道，但是估计少不了。这机会多难得呀、啊！但是我有信心。走了。嗯，慢点啊。哎。刘鑫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你说这年底评个奖哈，还分一二三等啊？我连申报的机会都没有。咱们处报谁了？报谁了？报你了！真不明白了我。哎，你比我好哪来啊？啊，你坐直了，坐直了，让我看看你啊。哦，比我背。你比我俊，你比我多断个肋巴骨啊！哎呦，都不是吧？你比我多送一缸鱼啊！不是，送鱼跟蒋介有什么关系啊？哟，太有关系了！送一缸鱼啊，讨好吴处长的老婆啊，哦，那是你姐。你姐一高兴，那小风一吹，那奖不就是你的了？弄什么？
我什么？我讲错了？刘鑫，你再胡说八道，别怪我不客气啊！你还咬我了？哎呦，说句实话就生气，嘿呦，这年头啊，哎，没劲没劲啊！我小毛，我小毛，我在我在，嘿，王霞，王霞王霞，哎，我没找你，我找王小毛呢。哎呀，我找你有事啊，哎，等着我啊，哎，王霞，我来了啊。我行我行，等我一下。你又不是王小毛，你跑出来干什么呀？我找你有事儿啊。对不起，我很忙，没有时间听你的事儿，更没有兴趣听。天亮，嗯，你们是不是有一个保送去东北上大学的名额？有，魏培生。王小毛特想去，你看他行吗？嗯，这个不好说，报名人太多，指标有限。那你就不能帮他跟李准说说啊？说说。哎，现在这知识分子太受重视了，不是以前的臭老九，上学的人太多。你看，就连我都想去上大学，竞争厉害。王小毛一直表现都挺好的，再说了，他是孤儿，当然应该照顾照顾了。嗯，那你要这么说，申请的人里边立过战功的多了，论条件都比他硬。再者说了，他跟我关系太近，我说多了人家有闲话。你呀，就这样，越跟你亲近你就越不帮忙，死要面子，就怕别人说你自私。你其实就是自私。我听出来了，你是说我不给你找工作那事，是不是？就算是吧。哎，他上学的事儿可比我的工作重要多了啊，这可关系到他的前途。所以啊，难度也大呀。哎，你还别说，王小毛这孩子真是聪明，是个上学的料。我找个适当的机会帮帮他，行不行？好啊，真的。吃吧。上大学，能上大学多好啊！我也希望能有这机会。嗯，会有的。可惜啊，这也就是一个梦想。会有机会的。来吧。你吃你的。嗯。
关于韦培生的事儿，决定保送你去了。这太好了！真的，祝贺你。他跟吴处长的老婆有哪个关系啊？不许你往我姐身泼冷水！不许你往我姐身上泼冷水！你听我的，什么都别承认，你就把责任全推到我身上。我承认我爱上了我姐。王小毛，你什么都知道，你怎么就承认了呢？你咋不想想吴天亮呢？那老吴要是知道这事儿，那心里该咋想啊？那个日记本在哪儿？